所以能够很顺利的完成，那每一次办的时候都得到各界的一个回响，非常的得到肯定。那么我们获奖的护理人员也特别，因为这个获奖，他们有这个提醒自己，在他回去的职场上表现得更优越，得到这个他的长官或者病人的家属的一个嘉许更多，甚至很多得过奖的护理人员都晋升他们的职位。 大家为他们的这个努力贡献，给他鼓掌。市长变成理事长，有理事长变成督导，或者晋升他们的职位，而且得到更多病人跟家属的赞赏，所以表示我们这个奖是有得到这个我们的正面的一个意义。所以这是台大医院啊，那我们到成大哦，我们今天的蔡市长也是我们成大的这个以前副院长，是 Arbutus国际的这个专家。 这是在成大的啊，那这个是在台北荣总，那这个是三军总院，那这个是高雄荣总。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医师跟护理人员能够在一起。有很多今天早上很多记者问我说，高教授你为什么办这个优你是医生，为什么办这个优秀护理人员的这个奖项？我说我医生我是神经外科，我再怎么厉害。 开一个脑瘤，开五个小时，剩下的20个小时，假设没有护理人员好好给我照顾的话，我这个病人可能就要本来3天可以出院，变成一个礼拜就不能出院。因为好的护理人员的话，他专心可以发现病人有情况变化的时候，马上会帮我们处理，而且通知我们做适当的处理，应该要用什么药，应该甚至还要再开刀来抢救。所以这个护理人员不给你帮忙照顾好了，等病人情况恶化很久以后再发现。 进来不及了，所以说我发愿说，一定要这个尽我个人力量，还有些卖我的老面子，有些朋友来各同捐款来继续办理这个护理人员的奖项。同时也特别感谢全联会跟护理协会，他们也非常积极的义不容辞，就是说没关系，你出钱我们出力哦。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这么无专技术来的人啊，能够这么。 顺利的进行这个改良活动，也都是非常这个感谢这些护理人员的这个特别前联会的工作人员跟护理协会的工作人员的帮忙啊。我们这边我们台大医院的陈世子副院长也在这边，刚才没看到，谢谢。护理人员也有criteria比较严格一点的，地区医院的，甚至有一些诊所的，我们也是特别考量。他做了15年。 你不给他这个奖项，你看他是天天遭受病人，但是他没有什么太伟大的创新啊，什么伟大的这个发明，或是什么带什么多少这个护理人员去做训练，但是他们天天就在那边。有的时候今天请他得奖，请他来，他的院长说不行，我们医院就靠他一两个，你这没办法。
我说拜托你在这里今天还有抽奖的机会，很辛苦的，跟他们的一些点点滴滴感动的故事啊、哦。所以我们这一次都每一次已经合办做的护理人员，还有你的这个同事，或是你的主管，或是你的后辈，他们采访你们得奖的这个经验，把这个故事画成文字来写上来啊、哦。那当然我们在报章杂志刊载以外，也在我们的白衣天使会刊载啊、哦。谢谢。卫福部的主管，戴市长跟这个王祖密啊。然后主力啊，就其他我们雷射接舞蹈基金会，还有中宁古纽公司王东平，还有国政部全国政这个王正胜，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啊。那我想，因为这个高理事长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后续的不管是复健啊，或是治疗中间呢，护理人员的辛劳哦，所以呢，他连续了五年办这样一个活动、哦。就是要来奖励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场所，在默默服务、默默付出的这些基层的护理人员，我想这样一个奖项呢，对这些护理人员来讲哦，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的。那也让社会大众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优秀的护理人员呢，那也有人在关心他们，那也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一些掌声。我想，我们护理人员是不是给自己一个掌声呢？写成书了、啊、哈，那这个就可以把这个很好的这个理念呢传承给后进的人，那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哦、当初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努力，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当然也讲过啊，因为很多人的参与，所以现在奖项越来越多。我希望有朝一日的时候呢，这个奖项可以比现在多更多倍，然后我想就可以奖励更多更多的这个护理的优秀的同仁哈。那当然，这个现在大家面临的就是护理人力的缺乏嘛，这个其实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的。那当然原因很多啦哈，包括职业的环境啊，没有那么的优良等等之类的。那这问题其实卫生福利部在101年的时候开始就跟在座的很多先进大家共同来努力了。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是有一点小小的成果了。那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医疗院所能够增加这个薪资啊，然后降低他的工作量等等。那现在我们在推的，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评鉴简化，这些基本上我们都希望护理人员呢能够在工作上就秉持他的专业，来照顾病人，那不要有太多的杂事。那我想在这些很多的措施里面呢，大概我们的先进们大概都跟我们卫生福利部有在引领之中了。那不过我也看到了一些成果，就是从101年一直到今年年底，其实我们有护理人员回流，大概增加了大概将近20000个这个护理人员哦。那离职率呢也相对的大概下降了2%几。那当然这些努力是还不够的啦哈。那最近当然有很多的议题，那这些议题呢也都是鞭策我们，让我们跟很多的护理的先进大家共同来讨论，怎么样让我们的护理人员呢，能够这个更愿意留在他的这个职业的场所。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面向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那今天还另外有这个护理之美的摄影赛哦，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我们这个护理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也谢谢这个全联会呢，跟他们一起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别人贡献，而且呢，他也注意到，其实我们在第一线基层那些地区医院，真的是平常我们其实不会看到，可是我们都看到他默默的一个贡献，所以我真的非常感动。所以在这里呢，我仅代表我们全国所有的护理的同仁呢，谢谢我们高董事长及高夫人这样子的一个看到我们基层的一个努力，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奖项。我其实觉得不是他奖金的多少，而是他看到我们的奉献这一份的一个感动，我相信是深植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在这里我其实只仅代表我们这个全体来谢谢。那再来我们的护理同仁会感受到这份的温馨哦。那最后我仅祝大会成功，谢谢大家，谢谢。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亲爱的伙伴，你们的相机画素最高的拿出来。都是哈，这个非常的尊重哈，我们的贤达哈，各位贵宾还没回座以前呢。